嗨，大家好，哥。那我们今天有新角色，叫做英柱，雨随天缘。对，他就是游波篇的男主角。我们有更新新的角色分享给大家。还有新的背景。对，有新的背景。如果有新的游戏的那个剧情会更好，我希望他们能够继续更新。没错。对，那我们就《鬼灭之刃》的忠实玩家，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个新角色英柱。出发，开始。我是炭治郎。呵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哦，小雨，他怎么那么宽呐？原来叫那个啊，玄冥咒咒。炭治郎来了来了，炭治郎炭治郎。大空。炭治郎。嘿，下空。哎，先救我。想斩无间，玄冥咒咒。哎，挡住挡住！不为手下无留情，不留情。没有，他是啊，那个他的，知道很厉害了吧？背后有抓到他弱点了，就是喜欢背后。No！ 我握这档痛，我握这档超痛啊！哎，打空，可恶！玄冥咒咒，还是要靠这一招啊？他蛮厉害的哎。他几乎把那个游波篇的所有角色的那个动作都出来了，玄冥咒咒，哎，是呀，上踢，给我来，可恶，嘿，觉醒，全觉醒，辅命完成了，辅命完成哦，他是祭典完成，呵。玄冥咒咒，想斩无间。哦，好痛哦！大哥出来！玄冥咒咒，太痛了吧！现在敢展开那个？玄冥咒咒！挡不住，挡不住！想斩无间，大哥，碎！哦，鸟哎！碎！我的硬柱厉害，咚咚咚咚咚！你看我帅！来，先。还有背景什么的，我救人喽！喂，想斩无间，玄冥咒咒，侧面攻击喽！可恶，完了！大哥，大招！啊，糟糕！玄冥咒咒，速度好快哦！啊，听到了，他说什么？等哈利的凋零吧，凋零。耶帅哦，26连哎，对啊，很厉害哦，他又背对着我们了，想斩无间，玄冥咒咒 bug 啊，对啊，这是小赖 bug， 就是他玄那个玄冥咒很厉害，可以冲进人家然后再打一打，这太快了吧，哦，一比胜利，好，再一场，最后一场，最后一场，再次对战，最后一场，再一场，我太久没玩了，我也是，借口当中，攻击，我，左哥的弱点就是会一直往后面跑，你不要过来啊，玄冥咒咒，又撞到，玄冥咒咒怎么会这样子，不能靠近啊，要靠近，屁股抓他，是啊，弱点就是屁股，我的屁屁。哎，糟糕糟糕！救命救命救命！没人会救你的。大招！我真的。嘿嘿嘿！救命刀砍到了！哦 no no no！ 快咯，火之神神了。活下来！一出一出！地火之天！没有死我还活着哦！我到现在都不会放弃哦！想斩无间，玄冥咒咒。他的弱点来了，又不能再走了。所以你要死死一直面向他们，不能往后跑。你就这样看着你。对，你要像我这样，顶多是这样。踢人！踢人！哎呦，糟糕！想斩无间，玄冥咒咒。哎，大招！砍！大招！大招！玄冥咒咒，加油！哦，眼花缭乱。嗯。他大。我是用那种爆炸。他说：“他说祭典之神啊。”对啊。太强了啦。玄冥咒咒。糟糕，他那个玄冥咒咒好像不能跟他硬打，都会。因为玄冥咒咒是
冲刺打你。总之你想打我。接屁股。大哥怎么不出来？大哥。大姐来了。我有玄冥咒咒哦。停！阿细被防到。没有啊。被看破了。超水哦。No 碎，没有碎，大哥。好痛。屁股攻击，我在这边看着你哦。呵。走到奥义跟着接。拜拜。给你拜拜。等级二哦。那我该会破。耶，砍断。砍断脖子。Mineral Town。弟弟罗志天。胜负一半，不打了，我赢了。没有啊，还有一，我还有机会。游龙妹，开始。大哥，嘿，召唤。想斩无间，玄冥咒咒，继续砍。想斩无间，玄冥咒咒。好，我看他挡住了，嘿。先等我扑面吧，等我扑面吧。这没有扑面，我吃牛肉面。等我奥义。不行哎，我往下跳打不行哎。因为我射了你会往下跳，所以故意开这一招。大绝招。因为他刀是往前冲刺，我知道那个角度你会掉下来，所以我就故意开。哇。玄冥咒咒，想斩无间。哇，糟糕，修长。来啊，太乱了啦。胜负之战，开启。胆小鬼。胆小鬼来了！玄冥咒咒！糟糕！我来了！追屁股之剑！追屁股，我讨厌！擦！滚！我防守呢！我穿过去了！你笑了啦！为什么你又可以防守？你好坏！挡住！继续砍！让那个贩卖烟火的老板乱打。嗨！糟糕！砍！终于有机会了。砍了！这是大招等级一吗？还是等级二？我觉得刀不算痛啊。我是掌管华丽的神。祭典之神啊！结束了哎。哇！太棒了！哇！分享给大家，这个太漂亮了吧！bug 啦，超 bug， 超 bug 的一个招式，好，分享给大家，滚爸跟滚哥一起玩新的角色，与随天野天远的英柱的角色，那最后跟大家拜拜。